哋而家喺长去长洲嘅码头，好快船。我哋到长洲啦，好，食完早餐我哋行去坐船地方啦。现在就由上周出发啦。天气就一般，有少少毛毛雨，毛毛雨。
哦，花滑花滑，我安基又做花滑。哦，我安基又倒大花滑。哦，我安基又中啦。你中我条咩咧？我嚟嘅，花滑，二花滑，即时派你。哦，直接系花滑。哎，哇，我安基今日系咁上鱼，系咁上鱼，劲。哦，呢个系我哋2018年。2月26日，今天呢就我們的魚獲，不錯啊，我今天表現很差，不過就啲同船的釣友很厲害，還有艇家很厲害，咁啊，好多大花滑啦，跟住有黑沙啦，跟住有条芝麻斑啦，跟住有石钉啦，啊，主要系呢啲，就一条叫做嗰个叫做白花，白花，白花嗰条系我钓嘅。Yeah.